期末还毕业了，这个月多少还有梦市场？六个月就要追到了，哇！看看今年多少人选择？啊，你们陈彩仁呢？选五人，郭博士也选五人，全部都去到了，哦。看看讲自己的，哦，所以讲要身体这样改革的方法。你讲你要推动客家话，从两推动啊，一百年都无效。哦，啊，你要强强不对，不非对你非爱去讲客家话东西哦。新中央政府啊，杨文科啊，去议会点讲，去感染讲客，也都主管感染学客，要看多少。亦都多数差要新中央嘅意愿，哦，新中央客家话80%以上。但是啊，安徽的做法按摩干的，做法我们尊重少数哦。哦，你人多是欺负你，你人少在在的，你没有办法。就像啊，红刀讲的哦，人文版用版名字嘛，哦，客家版我莫名的报名。啊，大家讲，成功嘅哦，有三个朋友。唔呢個係你咯，啊！你個客家如果個政府個樣唔好，共同語言清楚啲。我37年前發起嘅反我客家化運動，該東西最後都變成草根嘅。哦，該號召兩個關鍵啦。洪清春老師，老李洪爺，你們總尊波門嘅就點樣？點樣？齊光興先生嘅大爷齊丹林。哦，感情反应，应该用是模糊，但是呢，你出钱出力，回归全部来做你的体验呢，你有成就，还有要选自己，选自己跟我们的钱，但是哦，一号了，所以该用时哦，该用时的事情哦，他讲，哦，多买来发现两个东西，刚刚讲，他刚刚讲，他讲你们差不多是上班，哦，不是讲哪个村落要上班。不断层，摩哈嘎巴是摩哈嘎的地方，好像我们新店长的口音嘛。所以这样子哦，车路啊，中华法医啊，钟兆正先生，那像是双叉，你那个探他讲，你中华的暗部有搬家这个爬格子啊，哦，回事那些给过，全部推推过，没有家具。哦，他当年是亲姑家的，哦，很得强啊！很爱参加到我，在暗条挨挨打面床条，表面天花，接起了干一命，挂的，后面呢事情啊，床条发生了，所以讲哦，一啲其他参加嘛，佮人都连累到国家家家庭，甚至是国家家族，所以看样子哦，你看。一个球棒啊，一个面包还是什么样子啊？两个东西花得多的，所以说你用个腿熊的黄果树哦，该用什么反用反？再讲，该用什么？假的事情一堆，一堆哦。那讲去解决那个情况，来拜托，红烧也好，两条菜也好哦。该我传统啊，了解，你对骨灰也好，对。一黄一灰，它是口译设备，口译设备。那你用客家话就是，你两笔口译，客家谈的是，哦，跟短点某个东西可以沟通。等下发通两个反我客家话运动来讲讲，客家人中的自外于其他族群啊，有台湾的多元族群、多元文化所在，哦。啊，第一次移民回台湾，同乡会留下的，没到 Houston 啊，去到那纽约，中天明先生，从渔火回来，然后跟他，第二讲文化，来讲政治的台湾人，初问他哟，中天明老师哦，用国语讲啊，是在反移啊，讲无两句啊，讲台语两摆讲在底下话，哟。当年那东西哦，那个钟老师可以吓一吓，蹲到两分钟，结果用客家话讲，客家话讲有，
用来维持每个人台湾发生的客家话，哦，下条啊，被有请亲吃的，两瓶要烧出来，两瓶要布装的，客家话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个表面布装，很多个表面烧肉，全的烧全的布装的，扛起来，这外乡官来支持我们，那么有钱啊，你看钟建明老师的。有别的情况啊，那像做一条民意测验，你本身在西宁，哦，在网友求学过，网友上过课的吼，是带过你的，带过你的用的西宁，我讲学路的你哪下敢上市场？哦，本身哦，啊个我讲下个啦市场，哦，这个也是亲友与亲民哦。你个生意人来到美国，每到你求学，每到你做事业，要做嘛？你融入当地的社会，你个美国人哦，哦，也系你个嘛个好多人哦，来讲讲个安个第二位，是爱发动个事，爱对你发展点宣传讲个事，来讲两个东西啊，对大家亲切啊，你对呀，哦，你要推动共同语言。来看松秀松掉暂时可以沟通，要不要动发一个特权？共产党很多普通话，新加坡很多华语，台湾他霸道很多国语，没有。所以讲，亚非罗斯那个抗议啊，但是共同语言很重要啊、哦。但是呢，你要尊重少数哦。那其实他搞我们少数哦，他搞我们中选主席的时候。来不下咯，他发现讲，他家人啊，个祖先啊，台湾啊，算那些吼，超过一千万，哦，那一千万有没有少数咯？哦，中华东西我们一个领域，彰化县三分之二客家人，我记得唔错，挨祖先咩祖先落脚长发，认亲啊，哦，所以讲，老牛太爷的祖先，詹春伯的祖先。求窗花的祖先全部客家人，苗光红苗兵过来过来了去，结果呢，其他完全唔会咯。邱美珠老师富裕客家，安全啦，安全。所以来讲，我推动官方的医疗的概念，真实体检票，对骨灰对骨灰推动口译设备，客家人可以理解，这个朗朗舒服。就是你要该管的，就是人家的工作，人家的人员状，那自然的慢慢的是会带通，哦，带通了，你会讲，啊，那侵犯对不？他讲你如果该还是讲私的，暴露你如果来暴露私的，标别的七头人，你要问下，标国 A 啊，用的注音符号 A， 七头人啊，七只头啊，那该哪个东东了？按照你学落发挥基本还是唔上进啦，啊家己哦扭的扭去扭的扭去，个客家客家群主哦，专门出上做嘿哦，哗哗哗本来个客家好笑，结果你看生意啦，那个书包都要把，会你该过问，又要把个英文来过问，又喊了嘛个补习嘞哦，才艺补习，又要把一问哦，哇大嘞。家人家讲，挨讲个时间，钱就好个啦吼。佮唔免面红哦，眼睛滚脑啊，个呢。我哋贵州哦，挨面多嘛，挨会讲。但是挨讲，挨不下讲苗，啊苗兵啊，哦，始终会有啊，会有像超过苗兵啊。其实苗兵始终苗兵相牛，相牛啊，相牛啊，相壮啊，相全啊，嘛个一袋嘿啊。哦，所以讲，亚洲东西啊，来讲，会同化，语言会变化，但是呢，你要有口译设备，呀，对客家话沟通，绝对有帮助啊！啊、哦，其他的哦，俺都是韩国的，用用闽客结构，在以前移民界，那是免费的，在中国时候哦，在王肇忠。两清中流了哦，没关系了。王肇忠啊，参加研讨会，公开移民的来旅游。
灵敏很奇妙。李乔也会这样讲，用我是闽南人啊，因为住在客家庄，我一直在台语跟客家话在挣扎，在挣扎。哦，那为什么这个一民绝对是客家的耻辱？因为协助清廷啊，打台湾人。哦，俺讲没有，您说谁讲？这个应该是清廷政府没有照顾好台湾人民，俺就应该文史工作者讲，这是啊，闽客结果。我说我为什么排在最后？我就听听大家的意见，因为我是一民庙的董事长啊。哦，你瞧，你可以高高兴兴作为你的闽南人，你认为是客家的耻辱。那你不要，因为你不了解嘛，我不嘛。您说这讲的比较对啊，因为那时候清廷没有发老人年金嘛，啊，那现在来讲，他没有发五倍券，所以反对这样啊。那至于闽客界斗，全台湾的研究唯一的原因争损，不要说闽客了啊，漳泉也界斗，闽南对闽南，不管哪里对哪里。还有，客家对客家也在决斗，哦，兄弟还拔刀子出来了，就为了争水，哦，那我再告诉你，林爽文是福建闽客客家的，哦，那所以呢，为什么在新竹会发生这么激烈的这个地名权事件？哦，因为那时候人力开发，我的林家在六家这边开垦几百亩，哦，那然后长工是。饶平带着过来的哦，各个家族都有。那开发有成果，那个六家现在到现在还是新竹的米仓啊。以前的那兵法说啊，未行军先行粮，哦，叫做鸟事傻哦，啊，弟兄大还是亲兄弟啊。结果该用什么？没是林家庄跟他对抗，林家庄的客家人，包括子弟长工。隔壁所有的客家庄都来声援了、啊，隔壁的叫做泉州厝，那个东园医院老板黄中山他的祖先也来参与，还有道塔师祖啊，那个新设的彩田福地七信宫的祖先全部到，哦，所以团结不分族群这样对抗外语，因为林爽文的兵组织良莠不齐。林爽文那边没有军纪可言，所到之处奸杀掳掠抢劫什么杀人放火都干。那为了保得给台湾的平安开发成果，那为了让子孙能够繁衍，到今天，这些牺牲的200多个人啊，真正哦保乡卫国，绝对没有说去巴结清廷，帮清廷打反清复明的人。那林爽文什么时候反攻？反清是真的了，有没有复过明？很简单嘛，设府主门改国号顺天什么什么都有，封左右丞相，接受万岁官服。哦，所以有些史实啊，哦，所以来安国义哦，法典鬼东，他出他的就分，满天的移民没有这个名哦，我也来试着不同意耶，来来宣讲哦，念经啊是讲。他刚硬啊，他有团队观念，哦，没忘别告，我们自己取暖就好，我们自己取暖没有用，你任何观念不能改变，哦，所有你想做的事情不能传承，所以乃是供养很多用的哈，有些供养量子前跟钟兆胜先生管理的，哦，跟老百姓过了半年之交，供客家人有病情。来讲咧，他讲伊吼，讲安样，伊骂你呢。我们是切割字，安样字，杀人骂伊耶，没有，今天他没不是好话啊。那他病情哦，他生理上呢是中风的前兆啊，那心理上的唯一可取的折善固执啊，有几个人做到？吴作义可以算，朱兆成也算了啊、哦。那有几个人做到这一点？我观察几十年的政坛，哎，硬硬降息，硬硬五千啊！所以你看，不管什么申请补助，不管什么，哎呀，最
好谁都出钱啊，陈彩仁跟我讲他没有钱，你办这一场哦，你可以在新竹办好几场，我们都帮你出钱了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啊，我说要到下乡去改变观念，这个才是客家最重要的东西哦。去年不止广东，要投下更多人，反美浓水库啊。大家到立法院去啊，黄金平不敢替你主持，余林雅也不敢，所有屏东的，包括客家的，都没有人敢，他得罪人了、啊。林光华就知道，哦，老岳友都知道了、啊。所以，我不是要争功，而是讲说，我们真的不是只有关心自己的温饱啊，自己的生活啊，行有余力。像我这个，还有一点。还有呼吸的时候，多管点闲事是不错的了哦。看范阳台啊，这个心就了。看陈彩仁哦，呀呀，有个死心的题目哦，半斗撞马标语哦，墨竹呀，那全叫叫罗马用啊。哦，阳光公开，看了你全部同温层嘛，同温层那些不懂可以宣达嘛，所以要有观念嘛，那希望点点哦，看他看好像有希望哦。不要羞辱党员，谢谢。好、哦，多谢。那种讲话我播，关于以关系的对行政人员总有黑头发之存呢，就多问党员嘞，再控制了。哈哈哈。因为加你们，你把人踢下去，对里面怎么弄的？加你们讲的啊？要讲话，要讲话，要牺牲做嘛。谢真宗呢？他把你，他家他用，他家是属家边啊用口音啊，口音，但是他讲技术家哦，可是怪风啊，怪风景啊，啊，那边是厉害的啊，看来也是算得上他不一样的，就送花来，因为他家是那个边，他不是那个叫叫外人，他是用中华语，他搞那个，前年，所以悄悄的跟那个毕业有关，他们也是。啊，再一次感谢各位啊！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啊，表他把每样都做了，啊，他把有那个问题也提出来，啊，我全部我也是他把回答，啊，我用的我也我是他把都提出来，啊，把那个有那个问题都提出来，好了。
很多经验，加上用体力环境，多也用经验来看。他弯嘛，弯嘛，他都先不讲。他用不离，很不离呢，跟女国国家的在政治的环境、地位一块，一块就输了。因为这条抽象的，因为女国，还有你弄家弯，弯嘛按按同意，家你的家弯就输。一个个进步，哦，一个个。东给外界装饰，那好好的，那多朴素，这边装的有，那再搞说，你们这样的说那前途呀，如同诸葛亮咯，你除了还有，我也有人做电脑都做，因为电脑就最喜欢最重要，啊，你话好了就是你，大部分都重，对钱还有重要，重还有。按阿叔叫，哦，加入完嘞，按了有几万件，阿不是加入，很困难。其实我在过一段时间做一段嘞，有个当初那个古镇底下嘞，有走洪水的排古镇咯，然后把你这地打起来，有对洪水的古镇地块，阿古镇起了遐，做了两多，阿很强嘛，老百姓同事啊，迄种繁忙情况。可能接下来翻卖，做阿毛钱，翻卖叫你猪羊阿多的阿毛钱，因为阿毛钱很多一分汤水，阿汤水因为接下来过来一个苹果阿汤水，可能接下来，因为你咪讲喺最大嘅做嘛，翻卖嗰啲阿毛钱，因为其实阿毛钱是唔同事啊，所以叫你自己买啲地嘅平数来啦，阿姜来算你啦，阿伯你把个钞票咧。我提出了一点，开先生，来插播一下哈，啊，这个叫建筑就是东都贵宾啦，哦，宝岛电台董事长，啊，你好，啊，这边介绍，顾宽民啊，致县基金会的副执行长，金赵先生，请见信，你这边来那个副执行长，对，一分钟，啊，大家好啊，非常感谢这机会跟来这里参加这场的这个。座谈会，那事实上，刚才李老师啊所谈的这个六堆人、客家人、台湾人啊，实际上就是从一个文化的层面到一个政治群体的一个认同的层面。那所以说啊，这个台湾人不是代表闽南人啊，他是一个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所有族群的一个这个统称啊。那所以我们在顾先生在推动这个致县运动的时候。他强调一个观念嘛，就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，那移民社会呢变成一个新的国家是一个必然的，因为大家所认同的不只只是族群文化的身份，而是怎么去建构在用公民的认同身份，大家彼此平等，那共同的在这块土地共同发展，啊，这样的一个概念，那来建构我们的新宪法。好，建构我们未来一个国家的一个蓝图。好，以上跟大家做报告，谢谢。好，他刚刚有那个问题的几个提出了，他刚刚想想过来呀，等下电脑嘛，可以写到纸上来。好，他刚刚有那个问题的，后来哎呀，他刚我先讲了。我是香香，永远欢迎每位同事哈，能够在面试欢迎对方哈，能够能够获得有属于中产人呐，还有啊，做点演讲哈，就会很高，因为对于他们哈，台湾人民哈，如果呢，工作欢迎哈，你看他爸爸哈，太敢是讲讲哈，哎，工作他爸爸太敢哈，就讲其他人他不是，因为呢，就很明显是要今年哈，有培训一位客法语，他法语还有哈，就会。你哈，反正就是怪哦，活动中嘞哈，就会跳一年。黑洞黑达哦，黑尼玛有块毕业发，可以延长哈，可以安排就会跳一年哈，去做一下反应。
充满感谢精神哈，就可以对哈训练培训出来的刻画的好演员，像阿珠就爱去哈电视台哈做呀行业，像很多呀我养哈，哎，伊养狗的时间，我讲哎养狗吼，其他人谈不上哈哈哈，就养狗呀哈哈，哦，所以意思就讲呢，肯定白哈，他讲唔是养狗，讲哈哈，肯定谈不上，就太少风水了哈，那得。啊！就你阿妈哦，放出来咧，嘿，客户，哦，就会也会带来一堆资料，好补充下。哦，多谢阿强，那最主要话咧，代表做太子哥哥啦，阿伟伊明年咧预算比当然咧合啊，依然哦，啊，人咧预算有增加一哦，一啊，最主要话是依然咧高层，啊，员工啊，改善。包括是客家话平地，包括是那个客家沙土，用的就是那个语言，我透过他来通过打拼，所以讲的闽南呢，透过咱们这些规划局，啊，他来沟通那个结果，啊，就跟本来的客家语言的语言一说呢，遇到语言的困难，难以提高，难以，啊，咱们多一点说。啊，我今日发嘅一轮报告十年啊嘛，咁咧，听下好啊，前面一号系你规划二楼，要休三年哦，要闹钟签名哦，啊，我喺啲工作预计话好似咯，啊，但系四号啊，首先要发哦，要发嗰啲富力福气，再买牛力，一个月啊，我也以为会算本体的啊，收一年四百块，哦，本体，那这个拜托他互相宣传的啊，在国家里面嘛，在外站，咱们这边是太难，企业本体啊，还是统一，好嘛？哦，好嘞，啊，企业不统一嘛，那不会干啦，我有领导。哦，大家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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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国营是在上面提啊，吼，我说在国营是有亲戚朋友，啊，在国营是哎吼，亲戚朋友在上面吼，你太注意啊，要不然也常见人的国营是的是一样，他把湖南那边还有啥呢？有点问题哦，在云南的还有啥呢？南边有什么？亲戚朋友在国营，好了哈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他搞了小区的上下，人家哈拉斯的。老朋友，你孙孙女女来股票上线，我哦，我买个大房，有点辛苦大家，但是呢，也好难嘞，不一定可以做你们，好难嘞，但是做到你家里的问题啊，对你的家里来说，你的问题，再请大家来领导。反正应该替你补充一下啦，我觉得我应该爱先提产品系统，不懂啊。啊，但以前呢，吼，温度也偏绿色这边吼，温柔派有点代表，哦，所以产品提啊，产品全部都全部都懂的，哦，国民党比较多。啊，所以大家把业绩选口号来提上，所以我们自家有一个很棒，我们就想三名本土客家第一席，好，那这样一个先提，会替一个温度的客家实力啊，好，有两个口号，啊，同埋喊产品提，喊民族，哦，来支持也一百第一个，好，本土的。